汤家骅议员。主席，我希望你明白咧，任何嘅主席嘅权力咧都唔系绝对嘅。你嘅权力咧有两个限制，第一就系来自议事规则，第二咧你运用权力系要便利咧开会达到一个目的。主席，我哋开会达到个目的咧，就唔系禁制去通过政府任何嘅申请。我哋嘅议会嘅目的咧，系第一要监察政府嘅政策同埋运用公帑；第二咧，因为你系议员咧，要从呢个整体社会嗰个利益出发。主席，整体利益咧喺呢一刻咧，我哋唔系讲紧十年后、二十年后东北发展会起几多楼，而系喺呢一刻咧，社会因为呢个申请拨款咧系有严重嘅問題存在，嚴重的矛盾。咁既然主席經過你的斡旋，已經令到局長係願意同東北的居民下個禮拜見面咧，如果你恰當去運用你的權力咧，你應該容許我哋嘅同事提出佢哋應該有權提出嘅一啲動議。我覺得唔需要你去就住我哋嘅同事提出嘅動議去處理。你只不過是從一個盡你作為議員和作為主席的責任去處理，如果今天是完不到這個會議的，那就完不到咯。但是你不是、哦、你現在好像即是火燒著你張椅子、哦、即是你即是要立刻起身走、哦、要立刻 要完成程序，這個不是你作為主席應該有的責任。主席，即係我就唔係好多時候同意陳偉業議員講嘅嘢嘅，咁但係我覺得佢有權力提出一個動議咧，係根據我哋嘅議事規則咧，係有佢嘅理據喺度。嗱，我明白法律顧問頭先講過咩嘢，但我都想法律顧問睇清楚我哋議事規則第39條所講嘅嗰個建議咧，喺其他條文咧，我係睇唔到有用。第37条、38条讲紧嘅咧系项目嘅议程。如果你话建议系等于项目议程咧，咁都唔紧要。咁即系话咧，就算你话而家我哋系就37讨论紧，当你认为37讨论完之后，我哋翻去个议程或者翻去嗰个建议讨论嘅时候咧，同事都系有权提出休会。他提出了休會呢，你我不覺得你是有權在這個指示規則之下可以說我不處理，那就算數、哦、好、已經再沒有其他要發言，如果沒有其他發言